好，那接下来呢，为大家安排这首歌曲呢，是听说呢，在我们的网络上，很多人都有点了这首歌曲哦。这一首我们的那个立信的老板，我们的志伟哥哥，就安排我唱这首歌曲，这首我们妈妈关心我们，就像我们的心跑吧，这首心跑吧，献给大家，大家会喜欢，谢谢，也谢谢我们的乐队老师。秋又降的红不停，足有好的情不变。好吧，献给大家。我看到大家的 comment 哦，
哇，真的很感动，这首歌曲我也是非常喜欢。我还记得呢，我第一年进入歌台的时候呢，我就是唱这首歌曲，然后台下的安迪真的有在哭，哎，好心痛哦。这首《心桃吧》非常有意思的歌曲，是我们的妈妈和我们爸爸们疼爱我们，跟我们当作心桃吧一样，对。